叮叮叮，等下什么声音？哦，升灯。OK， 哒哒哒哒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波西亚。上一集是到，对，一起来了。哎，很抱歉，在发生了昨天那样的事情之后，还来打扰你。但我得尽快完成修复城镇的工作。所以我需要你帮忙收集一些材料。我能帮忙什么呢？是这样的，明特的清单上写着，最主要的两样东西是学校和大门。你觉得你能解决哪一样？明特的清单是不是？交给西西。我跟你说，我想你会变得很忙的。修建学校，我需要50个火山岩石砖，100个石砖，30个木质复合板和20块铝合金板。修复大门需要20个混凝土，40个石砖，4根立柱，10张防水布。收集好了之后就交给我吧。没问题，是明特叫做的东西，我一定会做，你放心好了。那我今天又要去找盖蒂叔叔了，是不是？等一下吧。我知道那个。哎，呀！噔 ，OK。种植这里我丢 ，OK 好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嘿，那我就请问你记得吗？不记得，反正我有任务清单，没差。这种东西需要记得的吗？不需要。你看到右边那一整排吗？对，没错。OK， 我们现在目前还没做的是鱼缸，我还没有放满。这边有生鱼吗？没有，还是两只。然后我们还要再把我们的家扩大，然后也要把我们的整个地区扩大。哎呦，好东西要做。好，我们先来抢任务。今天10点，明特会在广场等我。好，没问题，我家就过去。等一下，或者明特为什么会在10点等我啊？等一下，真要皮带好了。十点。OK。走，我们先去把任务给擦了。你想象我做这个任务时只差50个石砖吗？我都没有哎。蝴蝶结，对啊，蝴蝶结法卡。等下，该说明特会在那里等我啊！中心广场吧，对不对？这什么？你要告白吗？不知道。这里吗？等一下，这里。你来了。坐下聊聊吧。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。你要跟我分手吗？谢谢你能来。从哪说起呢？之前我留在波西亚主要是因为这里有工程，也是在帮盖勒叔叔。没想到他在这里的时间比其他地方都长。这里的工作快忙完了，疾风镇也积累了一些需要我去完成的工作。但自从我和你在一起之后，我觉得自己变了不少。有人好抢眼的，怎么办？但是现实没法让我继续长久的留在这里，所以事情变得很……你要跟我分手吗？就是我在这里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了，我得去其他城市继续我的工作。我马上要离开波西亚了，还有你。我好想选第二个哦。我好想选第二个，我出了事情之后，我们再重读档好不好？我没有这样想过，但我必须做出选择。
我可能很难在这里长时间的工作了，要求你等我是很自私的，对不起，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话题，但我认为有必要让你知道。我可能还会在这里待两周，如果运气不好的话，我只能离开这里了。这么重要的事情只有找盖勒市长谈谈了。为什么是找盖勒叔叔谈谈？等一下，重点是为什么是找盖勒叔叔谈谈。抱歉给你带来了压力，现实总是让人无奈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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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喜欢的东西我还是会给你。真没想到你会送我这个东西。好，我们要去找盖勒叔叔，这件事情比修城市还重要，好不好？不离城市的城市什么能吃吗？盖勒叔叔帮我！盖勒叔叔，不对，盖勒叔叔、哦。你看起来很苦恼，怎么了？如果明特没有新的工作安排，是不是就必须离开这里了？理论上是的。不过别担心，我已经有计划的让明特担任我的助理。波西亚发展得越来越好了，我的工作也有些忙，明特是个很适合的人选。我还没告诉他这个事情，他最近沉闷得很，原来是因为这件事情。看样子他很在乎你，以前他要去其他地方工作都没见这么纠结过。哎，明特嘛是个内向的孩子，有时候需要刺激一下。先别告诉他我的打算了，我想等布置好他的办公室后再给他一个惊喜，我们一起来完成，如何？没问题呀、啊，好不好？需要你帮我制造一个办公桌，这人估计要背四本五连章。我看起来有那么凶吗？等一下，你的另一侧就可以了。好，没问题，我去做，我现在马上立刻。我跟你说，秋城市这种东西，我们就拖到后面去，关我屁事，好不好？名特比较重要，好不好？我就是这种女人，养我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有限时间吗？OK， 好，没限时间，养我啊！Let's go, let's go， 我们要开始忙了。OK， let me see see， 这个要十个，这个要十个，这个二十个我有了。这个三十个 ，what？ 为什么这个三十个？这个一百五十个，这个二十个，这个需要五十个，然后还要我做的东西耶。安放办公桌，等下我看一下办公桌在哪里。大号办公桌吗？是大号的吗？台灯跟书架。是做大号的吗？书架需要吗？应该是大号的吧。也不去打听一打听打听，当时在念初中的时候，你老师都被打哭了，什么东西？我看起来有那么坏吗？等一下，我这样感觉有点不太妥当哦，那位同学，不可以这样哦，阿念五汤哦。假台灯在哪里啊？有没有看到吗？还是说我又错过了？可是我觉得我眼睛真的是可以拿去眨一眨了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个台灯是不是？哦，我身上很多，我就做这个也好了。OK。好，我们先等他做的当时。我看一下，这边都还没好，为什么腌一个东西腌那么久啊？天啊，我站在他上面真的没问题吗？小鸡，小鸡跟小鸭，我不敢养太多，我怕我小麦会用完。大家姐求带什么？带什么？带什么？什么东西？
OK， 好，然后我看一下，等下我的保险箱嘞，等一下，哦，这里，噔噔噔，等一下哦，制作衣服，哎，保险箱，我查二升级到保险箱，我看一下啊，杂物箱、衣物箱要改。哦，哦 ，OK， 我可以把这些东西丢过来了。然后你先过来这边。天啊，保险箱也太大个了吧！好，接下来我们需要……嗲嗲嗲嗲，好多东西哦！我先拿出台灯。这一个还有这一个先 ，OK， 其他东西不要理他，走吧。噔噔噔噔，反正没有人会偷我东西，按啦按啦按啦，耶耶耶耶耶耶耶！我跟你说，无畏的名特什么都 OK， 什么都好说。耶耶耶耶耶！耶耶耶耶耶！哎，台灯那个不算哦，梦幻台灯不可以算哦。还有哪一种台灯啊？等一下，还有其他台灯吗？等一下，明德，我去看一下台灯，有其他台灯吗？问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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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他。哦，还是说还有？哦，那一个台灯哦，早说嘛。你们等一下，我要找一下。有在这里吗？没有。等下放在哪里了？等下要给我找一下。那个台灯我们放在哪里了？这里吗？应该是这里。是你吗？不是。哎，等下我的台灯嘞。我放在哪里啦？哦哦哦哦 ！OK OK OK OK， Let's go！ 去哪儿啊？啊！我儿子盖斯特一点儿也不像我，除了他的才华和英俊的面容。你这样双想你的儿子真没问题吗，兄弟？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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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了。到后面好，那个时钟好大哦，能不能换一个小个啊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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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明特上文是什么鬼东西？所以我可以先撤了，然后剩下就交给盖列叔叔了。然后我们这边来吧。我看一下，我们需要石砖。掉掉掉掉掉！我再看一次。我们先拿铝合金板好了。然后防水布还没有够。这个先拿，再拿这一个，立柱差一个，呀呀呀呀呀，好乱哦！720p60的画质果然清晰。哎，你居然可以看了，你不是平常都是不能看的吗？石砖。也先拿出来，还有这一个复合板也要，这一个 ，OK， 好，然后等我一下，我找一下哦，我记得我好像有多的，
这边这一个，哎不对，这不是，OK， 哦还有防水布哦，防水布啊，我没有多的，那我现在差什么？时装还差很多，材料不足，花杨木，花扶杨木在。扶杨木在沙漠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先去采一点。我也不知道，突然间升起来。你是不是平常都在那边下载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然后你今天没有下载，所以看的比较顺，是不是？好，抓到，你不用再解释了，我们都懂。哎，是不是这棵树吗？居然没有掉。不愧是蜜谷的同类，不用解释了，我们都懂，好不好？你只要跟蜜谷在一起久了，你就会这样，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，所以不用解释，我们都明白，我们都明白 ，It's okay, man。你们知道我有一种感觉吗？如果我在那个蟹子旁边说这句话的话，他可能就一拳揍过来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有点担心我的那个个人安危了。平常开台讲太多干话，有没有得罪太多人？OK， 走吧，我们要滚了。你不打女的，所以你会转个头要打蜜谷，是不是？是这样讲吗？等一下，好，那我先把东西塞进来。所以我该说幸好我是女的吗？啊！等一下，我忘记我不能。打过，我是智障，绝对是智障。哎呦 ，why？ 呀，我要开始找东西了。哎呦，我到底在干嘛？混泥土吗？对吗？全部东西都带了吧？防水布差一个，这个还需要很多。这一个，所以我还差木板、混合泥土，还有那个火石砖。哇，还需要很多东西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再回来。钓鱼，对，我们还需要钓鱼。你看，我看一下我还差什么鱼哦，你们等一下哦。所以我们这个可以放。灯笼鱼，灯笼鱼在哪里了？灯笼鱼在哪里了？等一下，灯笼鱼在哪里了？我就忘记了。我先把你丢进来。呀，我家全部一起丢好了。我先去买一点面团。地图左下，等一下，左下右边还是左边？好，我们做一个研究好不好，各位？我们这边就先买一个，我打算要放六组的话，6636，我先买360好了。OK， 哎，是面团吧？对不对，不是面粉吧？对不对。好，我们去钓鱼 ，Let's go！ 我们有大师级的钓鱼竿 ，OK 的。
又来钓鱼。这边有两种我们要鱼 ，OK 的。来鱼王哦！大家给我普通的鱼哦，兄弟。来吧，鱼王，鱼王上钩吧，鱼王。钓鱼人生真的没办法，你要养鱼，你就要钓鱼。你不要跑来跑去。早知道养鱼的话，我上次那个钓鱼比赛，我就不要把那鱼给卖了，我就全部收起来。我那时候不是钓到蛮多鱼王了，然后全部卖到完了。哇，全部都是普通的哎，好难受哦。这是精英。但也不是我要的。又是你。我不要星星哦，给我王冠好不好。哇，我觉得我们要开始钓鱼人生了，各位，你们觉得如何？看 YouTube 的你们可能会连续几集看到我在钓鱼，然后看到，然后听到我在跟直播的那些同学说一些干话，像是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三，嘿嘿。不错呀，好，你们要聊什么？我们来聊聊看。各位现实有钓过鱼吗？我现实就有钓过虾，然后我还拿不起来的那一种。就马来西亚很多那种钓虾场，你们知道吗？然后去钓。讲到钓鱼，其实我身边蛮多，就我有两个表哥都蛮喜欢钓鱼的，常常都跑去钓鱼。有一个表哥有时候打电话来，哎，我钓了一只鱼啊，我带你们家族来吃。不然 YouTube 我们可以开镜，可恶，不能这样，要仔细的听我讲干话好不好？干，为什么是海草？等一下，我们完全没看到，我就按下去了。钓鱼很累了，钓鱼要有耐性啊，没耐性就什么都做不了了。像我这种没耐性的家伙，就算了吧。但我感觉我也问错问题了，我抬那么多呵呵 IT 的家伙，呵呵，我觉得你们会钓鱼已经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了。没耐心就玩游戏里面钓鱼，对啊，游戏里面钓鱼其实讲真的简单多了，你现实钓鱼没那么简单。你是例外吗？算是吧，因为大多数就算你看我现在如果问的话，咪咕也是读 IT 的，然后蟹子也是读 IT 的，大家有水在一毛好像也是读 IT 的，那大家都是读 IT 的，杰斯特也是做电脑的，还有谁啊？维尼斯也是读关于电脑东西的，你不是读 IT 吗？还是你是摸鱼的好不好？好，你是摸鱼的，你是摸鱼的。哎，光爸今天休假吗？光爸，难得看到你浮起来，真好，可以休假。你看看我，每天免休有没有？我这人出门回来，我要继续赶工，可恶！但这几天蛮难受的，我都一直睡不着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连续两天五点睡了，五点，凌晨五点。超难受，
想哭。哎，话说退取的表情可以再放多两个，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我现在还在想这些东西，豆香香我就会睡了，没有想你的话我会很硬，你知道吗？很想起来揍你那种。算了吧，话说我掉到要12点了，一条鱼王都不出来耶，什么鬼东西？等一下，可恶！体力不够。OK， 我们可以回家。哇塞，我掉体力不够哎，什么鬼东西？Discord 尴尬的表情，什么叫 Discord 尴尬的表情？一天才钓出一只鱼王，如果我一天都没钓一个鱼王，我觉得我今天运气有点倒霉那种感觉。好，睡觉，明天再看看。洗洗睡。